着期盼着跨越生活的山丘，那未知的路口是否还能有梦的灿烂宇宙。从喧嚣到寂寞，花灯之下的失落，像城市的脉搏，忽明忽暗，一向隐隐作痛。痛的越多，却更多迷惑，猜来猜去也没有结果，越透彻越洒脱。最苦世界里的你我，找回自我，不过是和生命的契合，就像涓涓细流在交错过，那又如何？重逢在下个路口，横冲直撞，勇敢点燃青春的花火。越失落越陷入沼泽，这首歌唱最初的自我，迎着风努力奔向梦的尽头。哎，要不我给你介绍个活儿，特别轻松，而且有很多钱哦。真的特别多钱。开车不看路啊？我都看你呢。怎么样？你考虑的怎么样啊？我可是相当有诚意的哦。你这车没个底儿，下雨怎么办？走吧。全队都出来了，折腾什么呢？
给个曲子，怎么样？你看看，拍摄呢。这要接到任务出警，谁出警啊？那不也是帮咱们队宣传吗？你说我们多配合，说不定回头招新还能上来人呢。也是你该操心的事吗？让他们停下。哎，那说好了，他们还答应我的节目里跟我爸妈说话呢，他们老想我。让他们停下。是，一万停下。向左转，向前看。哎，怎么停了？ 队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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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您别走，您别走，那个，误会了，误会了，对，队员们练了一上午了，确实该休息休息，那我们一会儿再拍，行吗？今天拍的怎么样？非常好，队员们都非常配合，就是我觉得还有点小遗憾，我想着吧，能不能给拍一个应急出警的画面？可以，但是我们没有接到警情。 嗨，假装嘛，这节目效果，咱演戏嘛，不都是？你看啊，咱们把这个车，哎，来个远景，这个车队出发啊，然后队员脸上的神情啊，咱靠近景。我也同志，我觉得你们并没有想好来这里到底要拍什么。啊，这不方便就算了。队长，那这个行不行啊？开那高楼，再安排几个官兵徒手爬上去，然后小豹进三，是，集合，一万集合。 队长，二班集合，这多有画面冲击力啊！上，向左转，向左转，一二一，一，哎，一，哥几个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。 辉哥，怎么办啊？我哪知道怎么办？回公司。走吧，走吧。姐，您的咖啡特意没给您加糖。你说你都干了些什么你？ 姐，我跟您解释解释啊，我是想好好跟他沟通，然后呢，我们能一块配合着完成这个事儿。我真没想到他反应那么大。我问你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消防那边不配合咱们，咱们拍不了了，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你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有多严重吗？ 我也是想为了节目效果，咱要没点动静、没点剪辑点，我回头怎么做？行了行了，你别说了，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那已然这样了，咱现在怎么办呢？你别做了，让滕小小做。那不行啊，姐，秦总刚让咱们赶紧拿回主动权。 这么好一机会，不能留给他去表现吧。红辉啊，真不是我说你，你那点小聪明啊，都用在拍马屁上了，干点正事行不行？这事儿要做好了，那是你红辉指导有方，要做不好呢？嗯。好好想想吧，你。我明白了，姐，回头就通知他。哎，从今天开始，消防队拍摄的任务就交给你一个人了。 我一个人，对啊，这不正好展现你个人能力吗？别掉链子啊！哎，那你们去哪儿啊？全抓消防队，周边群众谁拍啊？忙着呢。接着。
哎，您好，那个我是优川媒面具之下的工作人员，然后这是我的工作证，我今天约好了来消防队拍摄。请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优传媒节目组的，我是滕小小。哎，同志您好。你好。我们这里不接受拍摄。哦，我们领导跟这边已经沟通过了。我也和我们领导请示过了，这个节目呢我们不拍了，这里是我们出警的车库，显然免进，麻烦你离开这儿。愣着干嘛呢？送人呢。那个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滕小小，我是那个面具之下的。你们刚刚那个，是不是新来的同事还不了解情况？他是我们队长。队长也不能说不拍就不拍了呀，我这有拍摄任务呢，你们就正常工作，我随便拍拍，不影响你们的。是这样啊，你们昨天一个同事啊，把我们队长惹不高兴了。队长说了，说。不准搭理你们。这里是我们的消防车库出警重地，闲人免入，请出去。啊，对对。啊。你刚才太凶了啊！我凶了吗？继续干活。去浇水吧。哎，你们真的自己种菜啊？啊，都是我们种的。种的还挺好的。那可不。对了，忘了问一下，你们都怎么称呼呀？啊，我叫小宝。啊，我叫大杰。你呢？他叫金灿。哦，对，金灿。金灿、小宝、大千，行，我记住了。我看你等了一天，啥都没拍到，那你回去会不会挨骂呀？我们队长生气也是为我们好，刀子嘴豆腐心，你别生他气啊。而且我觉得你们那老大呀，是人不怎么样，态度而且极其恶劣，昨天。把我们两名队员都累伤了，我们队长极其的生气，铁了心也不让你们拍了。其实我们也挺难受的。你们想上节目是吗？当然想了，那我爸妈在电视上看见我多高兴啊，脸上还有光。那队长不让拍，那也没办法。行。那我去想办法吧。哎，你们留个联系方式给我吧。靠谱。他都快焦不行了。焦死了。你拍的什么呀？你一天都干嘛了？他们不配合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你别找借口啊。浪费公司资源，你面儿挺大呗。我又不是一点没拍着，怎么就浪费公司资源了？那送你车不费油啊？你一日三餐不找公司报餐补啊？
不是，辉哥，你也没告诉我，你昨儿跟他们闹了那么大的矛盾啊？那如果我不顾人家的情绪上来一顿拍，那矛盾只会越来越深。你重新建立信任不需要时间吗，辉哥？我还得什么都跟你说是吧？你老大这回命都不要了，跑四川前线拍森林火灾，每天跟死神赛跑，你挺舒服呗？在北京每天好吃好喝，干活不累，还挺多要求，还需要时间建立信任。冲突是我起的，又不是你。能力不行别找借口，能干就干，不能干我找别人干，能干吗你？能干，好好干去啊！小心，医生，下一款请。这先看，报数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小心。队长同志，一班集合完毕，应到十人，十到十人，就这事儿。跟队。是。医生。齐队长，我也不知道大家爱吃什么，我就随便买了点水果。橘子，爱吃橘子。其实我今天来主要是想向大家赔礼道歉的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实在对不起。我确实之前不了解状况，昨天回去之后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的确是我们做的不好。我知道这个事情性质特别恶劣，但我还是想向大家解释一下，其实派消防员这个提议是我提的，但是我在我们公司也就是一个实习生，是因为我们领导去四川拍森林大火，我才想到派消防员的。我想了解这个行业，你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你们真实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，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义。你们确实应该去四川，那里的事迹更值得报道。像你们同事说的那样，我们这里的日常很无趣。不是这样的，你们都一样。其实林区的抢险队跟城市消防员的性质一样，都是老百姓的保护伞。现在网上好多网友都说，每次一看到大家的身影，都觉得心里特别踏实。其实很多人关注你们，你们是英雄，你们应该被更多人看到。这个行业值得被热爱。齐队长，您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初中那会儿，跟我家人开玩笑，说我以后要考军校，可能一句玩笑话，后来就成真了。小时候我就因为看那些电视剧嘛，就是想去当一名上战场杀敌的战士。刚到那个时候，我还问我的老班长呢，我们这儿有没有枪？我老班长就会就是回我一句，就是只有水枪。首先，作为一个消防员，你选择这个东西，你可能就是已经知道自己可能未来就想要面对的是什么，那种感觉就像。你被蒙蔽了双眼，什么也看不清，不知道你的下一步，你的脚会踩在什么地方，会不会掉下去？那种对人的恐惧感，我觉着不是咱们看电影、看恐怖片的时候可以给人带来的那种恐惧感。
所以消防就是和平年代消防最大的一个职业之一。都是一样的，大部队的人就是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嘛。我们就是养兵千日，用兵千日。没有我，唐小小解决不了的难题。那个消防队已经给我解禁了。家里装监控了吗？我这刚拆了你袋你的零食，你就给我电话打过来了。什么什么呀，我跟朱慧一个房间，他现在睡了。哎，你给我发的那个视频我看了，但是我没有看懂什么叫对赌啊，是不是就是入盟跟优传媒签了卖身协议？其实我具体也搞不清楚，但是他邮件里提的那个陈鹏啊，那个人我认识，他是之前我们杂志社的大老板。我们离开杂志社之前呢，他就消失了，所以我怀疑他也是背后操盘手之一。说的跟破案剧似的，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啊？我觉得你还是不要理那个邮件了吧，没准儿他有什么目的想坑你呢。坑不坑我不知道，反正我自己别掉链子就行。我听朱慧他们说，你跟胡慧他干了一架，真的假的？你怎么这么冲动啊？没有那么夸张。那会儿我说实话，我大尾巴狼冲完了，现在答应让我继续拍摄了，但是我这拍了两天也没拍到他们出警，都是一些生活碎片。我就担心着回头怎么用啊。其实我也不是想让他们出警，你说不出警不就代表没事儿吗？也挺好的。但我就担心子枫姐和红辉那边过不去，这不白折腾战士们一趟。哎，挺晚的了，你赶紧睡吧啊！没事儿，我再陪你一会儿。哎呦，你在哪儿陪我呀？你现在是窝在厕所里陪我，我可心疼啊！赶紧睡吧。嗯，我赶紧把拍摄问题再设计设计。明天我去做一个系统性的拍摄。你不知道啊，我这两天跟他们相处真挺喜欢他们的，就觉得他们又真实又可爱，特别好。所以啊，我争取让他们多展现展现。嗯，我这次来也是深有体会，咱们这次的专辑啊做得特别有意义。哎，你也别弄得太晚了，身体重要，要不然体力吃不消，知道吗？嗯，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喂。嗯，那我先睡了，早点休息。姐，这拍的什么呀？一点戏剧效果都没有。还是年轻，咱给他叫停了吧，太丢人了。停什么停啊？说到底了，还不是人家给你收拾烂摊子。我觉得拍的挺好啊。
这叫好啊，姐。那我也能拍人这样啊。红辉啊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知道什么叫主动权？喂，辉哥，在哪儿呢？我还有一站地就到消防队了呀，赶紧给我回来。喂，喂，这就不行，尤其是现在这个智能手机，现在都这样，不好用。辉哥，忙去吧。辉哥，怎么了？什么事儿啊？啊，你前两天的那个拍摄素材，我跟刘总已经对过了，有进步，但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，所以特意叫你回来聊聊。现在时间不多了，万一后面拍摄跟不上可不行。哦，具体什么问题？啊，当然啊，能看得出你工作态度是积极热情的哈。但你现在所有的素材吧，都是碎片式的、生活化的，这不足以支撑起一期完整的节目。哎，你必须学会烘托气氛，要找一些有看点的事件去拍，知道吧？哎，你这个经验不足的问题吧，咱们可以坐下来慢慢聊啊。你就别把时间浪费在那。辉哥是这样的，这两天呢，的确是没有出警。我知道我拍摄的素材有点散，但是我已经想到一个补救的办法了。我打算呢做一个他们集体的完整拍摄，正好呢通过以往他们的出警回溯，然后再加上我对他们补拍的生活细节，穿起来也可以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。我觉得呢不比一个突发事件更有力度。辉哥，非常感谢你给我提的这些建议，但是我今天时间来不及了，我先回消防队，晚上我再好好消化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你知道你这次拍摄的重点内容是什么吗？情绪爆点。还是我刚才说的，你得烘托气氛啊，你来文的不是不行，要么你就烘托那个壮烈的啊悲惨，要么你就挖掘煽情泪点，都可以。总之你必须找到一个能刺激观众的点。你这样啊，你把你那个拍摄内容重新设计一下，怎么铺排，怎么递进，你给我写个提纲出来，下午拿给我检查。哎，我要觉得可以，你明天继续拍摄，行吗？辉哥，我还有个会，不用废话了，自己好好想想。刚走。今儿一天白费了。红辉啊，你在这裹什么乱啊？你没裹乱呢，姐，我就是深刻的体会到您昨天晚上跟我说的中心思想，我才特意设计的那么一摊啊。您想啊，咱现在都在面具之下，他腾小小出去拍摄，就算拍的不错，可这都是咱们坐下来一块开会，您手把手教出来的成果，这功劳得算您头上不是？凡事吧都得留点遗憾。他陆芒那边声势浩大，咱这边也不能缺场面。万一滕小小真拍一个火灾现场什么的，咱不好往回兜嘛。所以我觉着吧，现在这会儿控制一下是非常有必要的，你说是不是？是个屁呀，红辉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了。
倒，往后倒，倒。队长。哎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公司有事儿，我没赶得上。我看新闻说还挺严重的，大家都没事吧？没事，就可惜你没去上。是啊，没去上也挺好的，太危险。都辛苦了，没事吧？没受伤吧？都？没有没有。啊，没受伤吧？大宝，你怎么才来呀？错过了我最光辉的时候，是不是队长啊？熊样儿，得了你。哎，我给你们拍个合影吧。好啊，好啊，来来来来来，来，哎哎哎，来，一起一起。三，哎，队长，你笑一下呀，队长。对呀，你笑一下嘛。喊茄子，好啊，行，来喊茄子，一二三，茄子。咱这儿啊，条件有限，我只能给你简单处理一下。你这手啊，千万别浇水，啊，防止感染，好吧？好，谢谢医生。这没什么。陆总，你的手怎么样？小问题。您看看，还让您受伤了。现在的情况是这样，我们的后勤供应不上，医护人员紧张，药品紧张，床位也紧张，所以说照顾不到你们。我们能照顾好自己？那哪行啊！我从安全区调经理帐篷，也安排你们先住下。真不用，他们比我们更需要你的照顾。您忙去吧。谢谢你的理解。准备好食物和水，越多越好。好，行。那咱们晚上住哪儿啊？到了安全区再说。去吧。行，那我去了。有钱吗？您别管了。大家醒醒吧！醒醒！陆总，陆总，陆总，手没事吧？小问题。大家听我说啊，灾区的情况大家都看见了，这些都是我们的同胞，我们不能坐视不理。现在灾区的救援人手严重不足，虽然我们是媒体的身份，但是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志愿者。我希望大家都跟着我去安全区，做好辅助后勤的工作。大家有意见吗？没有，没有。OK。那沈英。你负责脚本和记录的工作。好的，大家收拾一下东西，到门口集合。好。我来帮你吧，你照顾好自己。疯了吧你！你哪来的自信让公司出钱帮你搞慈善？我知道这超出了节目的预算，但是我认为这是对这个主题最好的收尾方式。你认为个屁！别以为这回让你出去拍了，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一天到晚你认为你认为，走走走走，别人烦子公姐。行行行行行行，我觉得挺好的。这钱公司出了，给消防队过这个中秋。节目效果是第一嘛，要做就做到最好，把单子给我。
姐。好好干啊，想得周全一点。谢谢泽峰姐。去吧。哈哈。姐，我认为……行了行了行了，干活去吧。这次的费用会由我们节目组全权承担，我已经跟公司报备了，领导已经同意了。主要我就是想给战士们过个好节，给他们个惊喜。这是好事啊，干嘛说得这么心虚啊？嗨，这不是我们同事刚来的时候给大家带来了很多麻烦吗？我就想着我之后不管做任何一个决定都要先尊重你们的意愿。你太客气了，这是好事，我全力支持。谢谢队长。你们能来拍摄，战士们特别开心，我们也特别感谢你替我们做宣传。倒是这几天没有出警，没让你们能拍上你们想要的画面。嗨，这都没什么。其实我来的这几天也学到很多东西，和大家在一起我也特别开心。而且我都不希望你们出行，因为警铃一响就有事儿发生，警铃不响，一切平安。今天中秋节，你们吃没吃过队长做的菜啊？哎，你吃过吗？因为兄弟，你吃过呀？当然，今天这些菜全是队长做的。哦，对呀，行，你想吃啊？可不，还有一道呢，还有一道呢。哎呀，鱼来了，鱼来了。哎，队长，今天过节，你给大家讲两句吧。讲两句。没什么可说的，还是那16个字：对党忠诚，纪律严明，赴汤蹈火，竭诚为民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！来，来，对党忠诚，纪律。赴汤蹈火，竭诚为民。干杯！干杯！今天特别感谢小小能一块陪我们过节，我们也让小小给我们讲两句。好话。那个，哎呀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。好。谢谢大家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，谢谢。然后，这么应该的，谁照顾的最多呀？然后，我爱你们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们也爱你，我最爱你。别跟起哄啊！别起哄，别起哄啊！别。刚才都谁说了？猪吧，柱子，妈，爸，你们惊喜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这爸，我还愣着干嘛呀？赶紧迎接啊！照顾好自己就行了，不用担心家里，一切有我呢。妈，我这都挺好的，你不用担心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
挤一挤啊，凑近点，凑近点啊，凑近点。小贺，小贺，小李，往上走一走，拍不着你们了啊。哎，都站好了啊，开心一点啊。再挤一挤，小贺，挤一挤。伴着泪水，静静。